接下来讨论的是大马的议题。九妹被抓了耶！对啊，还有雷拉也被抓了，不是吗？天啊，我觉得台湾要赶快大麻合法化，真的，抖音都合法了。我是不支持大麻跟抖音合法，两个我都不支持啊。你不支持？不支持啊！你看起来抽的比我还多哎。我哪有在抽？我是天生就一副长得有在抽的脸，好不好？天生的。屁啦！你眼睛超红，而且你现在黑眼圈超重的。过敏啊，过敏，这是血轮眼。我是对城市过敏的宇智波土著，好不好？锁住啦！然后你大麻抽到脑袋都坏掉，还不承认。刻板印象什么？我超坏的刻板印象啦、原住民有钱买大麻吗？你们就抢我们土地，然后现在还要用我们的土地来种大麻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你看很多原住民像你一样啊，在台北这离乡背景工作好辛苦，这个开放之后就可以返乡种大麻啦。你不要听看看你在讲什么、你要把猎场变农场哦？不是，还有经济效益好不好？你看原住民种大麻自用，还可以出口赚大钱呢。出口赚大钱，这样是出草赚大钱了吧？出口啦，你很强哎。这样不行吧？我们这样拍 OK 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那个人要去打手枪啦、一定是刑案现场。果然不能拍照。凯莉，你怎么没有被抓？我们好惊讶。规矩太多了吧？你们知道这些都是开玩笑的吧 ？G8 高峰会线上版，黄义豪、宜晨、贺龙、凯莉、乔瑟夫、欧爷、黄豪平、曾国恩、萨泰尔娱乐官网现正热映中。